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蚊子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要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因为我最近在抖音刷抖音的时候，还有刷淘宝，真的是看到太多人种草这个产品了，而且我真的很顶不顺，因为他们都说会摆两个色号，就是左手跟右手，如果你去洗了这个慕斯沐浴露的话呢，你的手是直接摆两个色号的。那我经常去潜水，其实我身体的肤色蛮黑的，我就想要来尝试一下，我就买了一瓶，其实它是两瓶更加有优惠了，我就买一瓶，我买的是蜂蜜口味的，听说都能美白，然后蜂蜜更能保湿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尝试一下那个效果有没有在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来到我的洗手间，那我先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其实我两个手的颜色好，这样子看是均匀的，灯光一下，而且我没有涂什么东西哦，就是完全是我真实皮肤洗干净的手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被种草的产品。哦，我刚买，哇，它一挤出来就是真的是慕斯，真的完全是那种堆堆的慕斯，就很软的感觉，很舒服。那我先把它涂在这只手吧，就是满满的洗，就洗这个手背。我因为是干。现在很干，没有掺水，所以其实这个手可能就会感觉比较干，如果掺水的话我觉得会是舒服的，所以我洗澡的话蛮不错，而且感觉很香，真的很香，味道是很好的，完全好。然后现在我洗掉看一下两个手是不是有分别，我完全不剪，这个视频完全不剪。哎，其实并没有那个手白了两号的效果，主要有滑了，就是保湿的作用还是有的，但是说它白呢，我真的没有觉得它有白耶，完全没有，所以我觉得这被种草种有点夸张吧，可能就是洗手之前可能把两只手都化了妆比较黑了，所以洗出来它们的效果是非常白的，我觉得并没有美白的效果，完全就是保湿。然后我买的这一瓶呢，它是写蜂蜜的，就是保湿的，可能有另外一个层的是美白的，可以试一下吧。大家，我觉得这个产品其实很好用，是因为洗起来的香味真的有在，如果你是用来洗澡要有香味的话，留香很好，然后它的香味很自然，然后它是蜂蜜的，就是刚才洗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手的确是有滑了，真的是有滑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，如果你们要买的话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想要做一个真实的实验，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很喜欢买淘宝的东西，但我们就不要被骗，所以我每一次买产品我都会开箱以后会做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，去介绍什么东西值得买，什么东西不值得买，你看了真正的效果以后你再决定你自己要不要买。那今天想要尝试的产品就已经讲完啦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